我真的在文明驾驶。今天在马路上遇到这么一个人，他在文明驾驶，那我们今天就跟着他文明驾驶。你看刚才最右边的那个人，粗鲁，这超速了吧？这速度飙到一两百，这确定是文明驾驶？哎，那就以他的文明驾驶为标准吧，我们只管跟上就好了。哇，刹不住了！哎，咔，咔，删除。这样子才能塑造一个完美的文明驾驶的我。哇，这不怪我，这人加塞，好过分呐！算了，我们去他后面吧。别人不文明，但是我们不能不文明啊。走。没撞到。这个有个蚊子咬我的右脚，然后我用左脚去踩蚊子，这一踩把油门给踩下去了。就这样。我们接着文明驾驶。对了，如果你也想驾驶车辆自由驰骋，点击左下角下载随乐悠悠游戏，手机即可畅玩，还有更多同类好游戏。看到刚才那个撞墙的没？一看就是开车不注意。我去，前面的人跑这么快，还单骑追一下，难搞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换车，文明驾驶。我们一定要文明驾驶，然后超过他。就这样子，一花一草一木。撞飞一个啥呀？我们回放看一下，这是没撞到一花一草一木啊，对吧？